今天的编舞盛典呢，下面我们用爱之梦迎回庞青佟健。这个悬念呢，就是求婚的问题。在今年的俄罗斯世锦赛赛后，我碰到了庞青佟健，我问到佟健，你们什么时候求婚？佟健给我卖了个关子，说我不告诉你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庞青佟健呢，他们表演的是《爱之梦》，这也是他们本赛季的比赛曲目。这次的冰舞上海，朗朗和他的冠军伙伴们是由庞青佟健领衔主演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节目是今天表演的最后一个节目，他们压轴上场，会不会有求婚的环节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两届双人滑世界冠军，牵手搭档了十多年的冰上情侣庞青佟健。再次的
掌声送给这神仙眷侣庞青童健。在这样的一个，来，再次掌声。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，其实童健说，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有很多感谢的话，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场合，亲口要对庞青说。要说什么？大家能猜得到吧？没听清楚哈，童健有很多感谢的话要跟庞青说。对，今天在这儿，我非常高兴，在场的这么多朋友来看我们的演出。今天庞青表现得非常好，这么多年他一直陪我，这么多年征战了很多的比赛，我在这儿我要谢谢他。然后呢，庞青，麻烦你到舞台的中间等一下，我们三个商量一点事儿。你准备好了要做的那件事，要说的那个话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我让花童小朋友把花送上来。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下，在全国观众的见证下，来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。童健，大家的注视下，大家的见证下，拿着花，拿着话筒去吧。来，给他一点勇气。我想我有几句话想跟庞青说。我们两个在一起18年，合作了18年，在这块冰场上，我们从相知相识到相恋。庞青，你还记得冬奥会我们用的曲目 Impossible Dream？ 在比赛前，我想冬奥会这块奖牌是我的梦想，但是今天我的梦想是和你永远在一起滑冰。庞青，庞青，嫁给我吧。让他可以。来，全场我们应该说的是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来，我们要听一下庞青怎么说。来，我这刹车技术不太好，我得转一圈。童健，把那句话再说一遍。嫁给我好吗？我愿意。哇，在这个时刻，要送上祝福的还有你的伙伴们。有一点再一次的热情的掌声，把祝福送给庞青童健。这一刻，庞青会永远记在心间，童健也会永远记在心间。从此以后，在冰上的这对神仙眷侣感觉就会不一样，眼神再也不是以前那样，我们会看到的是款款深情。掌声送给他们。
时刻，今天我们所有的演出也要到一个段落了。再一次的感谢所有演员，再一次的感谢朗朗。最后的时刻，所有的演员将再次给大家一个神奇的演出。